快来订阅我们吧。阿爹多多。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猴多多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叫多多小警察，一起来和多多体验一下当警察都要做哪些事情吧。点击左边的播放按钮，进入游戏喽。你好，这里是警察局，我是负责保护小镇的多多警官。如果遇到困难，记得要寻求我的帮助哦。警报器响了，有案件发生。小熊猫需要我们的帮助，小熊猫和爸爸走失了，我们赶快去帮帮他吧。那我们赶快换上装备，出动吧。戴上警帽，穿上警服，还有警裤、对讲机，拿上手套，装备换好了。接着我们来组装一辆警车吧，把五块拼图放到正确的位置，就能获得一辆超帅的警车了。哇哦，做得真不错。多多警官要前去执行任务了，发动警车前先把安全带系好，路上要注意安全哦。多多警官出动。在行驶过程中，我们可以拖动警车上下移动，火箭和油箱可以使警车加速，乌云和泥潭会使警车减速哦。小朋友们，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小熊猫吧。做得真不错，看，小熊猫在这儿呢。哦，它哭得好伤心呀。这儿还有一只狡猾的狐狸，它在哄骗小熊猫呢，我们赶快去赶走它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在外不小心和爸爸妈妈走失，可千万不要跟着陌生人离开，一定要待在原地，及时寻求警察的帮助。现在我们来问一问小熊猫能不能记得他爸爸的电话号码吧。真不错，小熊猫能记住号码呢。那现在我们来帮助小熊猫打电话给他的爸爸。7 9 2 4，拨打。我们把小熊猫所在的位置告诉熊猫爸爸，那现在我们就陪着小熊猫在原地等待他爸爸吧。看，熊猫爸爸来了，在我们的帮助下，小熊猫和爸爸团聚了，我们还获得了坚强徽章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也赶快来体验一下吧。